郡公曹令袭力士不肯救，会国兵伐金，莫为所俘。同时被俘者30人，皆箭杀，为莫的脱归其乡。家破母独存，今不知余母子俱的疾，母尽亡，服病缟葬。而大兵复至，遂难走渡河，依母党无事。医者王翁妻矣，女史夜衣，转客蔡州，欲名医李浩，授以同人针法，今驻迁蔡，莫恐兵且至，又走得安。孝感令谢献子以衣落信李之书手之，莫自以为习未尝学，而学自此始。侍中书杨为中奉旨召集，如道是之事，莫乃北归，隐于大明，与姚书、许衡朝暮讲，习至望请食。既还肥乡，以经术教授，由是之名。世祖在前底，遣召之，莫辨姓名以自会。使者比其有人往。EG2330见而为服种其后，莫不得已，乃拜命。既至，问以至道我手以三纲五常为对。世祖曰：人道之端，孰大于此？失此，则无以立于世矣。莫又言，帝王之道，在诚意正心，心计正，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依于朕。一日凡三诏与谕奏对皆称旨，自是静待家里，不令暂去左右。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，莫见姚书，即召用之。俄命皇子真经从墨学，赐以玉带钩玉之，曰：此经内府故物，汝老人佩服为宜，且是我子见之如见我也。久之，请男孩，命大明、顺德各给田宅，有私遂俱衣，勿以为常。世祖即位，召至上都，问曰：朕欲求如唐魏征者，有其人乎？莫对曰：范言见朕，刚毅不屈，则许衡其人也。生使远虑，有宰相才，则使天择其人也。